这两年多，将近三年了，我要感谢大家共同的努力，团结防疫，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。台湾的边境管制放宽，我们走出疫情的阴霾，迈向正常的生活。所有在国门防疫的同仁坚守岗位，我要对所有伟人的贡献致上最高的感谢和肯定，谢谢你们。台湾准备好了，欢迎光临。谢谢，辛苦了，加油，加油，来。